先给大家看，超多，所以是有六色，对不对？有六色的小可爱，然后也是非常又马上到今天的闭门，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弹性非常的好。斑比穿的是灰蓝色，手上的是深灰色，可可色，然后这个是杏色跟黑色，还有粉色。这几款颜色都很好看，然后我近看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在这个地方我做小巧思给大家看，它这边是做蕾丝的，而且是透肤蕾丝的，所以你就算露出来也不会觉得很尴尬，是有设计感的。然后呢，肩带部分是弹性的，重点是我们一样有可调式的哦，它是有弹性然后又可调的。重点是这种细肩带啊，就算你露出来也不会觉得很尴尬。背面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非常非常舒服，非常弹的。然后呢，我跟你们讲，它的弹性虽然有在，可是它不会让你脱下来之后会有硬痕的那种弹性。棉的，这材质很舒服，非常的亲肤。在布料的部分呢，它其实有做那种就是坑条的这种设计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比较偏运动款一点的感觉，它是下厚上薄的，然后很 Q 弹的，有没有看到？超 Q 的哦，它要弹出去了，我就抓一下，它差点要弹出去了，它是很 Q 弹的，有没有？它其实是有气孔，然后满满的整片，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透气，不用担心会闷热。有没有看？它是整片这样子绕一圈，然后到你的背，所以你的背一样有美背效果，来给大家看。而且这个网纱不用问我会不会刺，很亲肤，很亲肤，直接帮大家回答，非常亲肤，一样是无感的那种亲肤。